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如何投外旋球。如果击球手和投球手都是右利手，外旋球会从击球手的背面区向正面区旋转。三个关键的步骤是握球、助跑和投球。当投外旋球时，用食指顶部关节握球，中指和无名指放在缝线上，小指和拇指在上下两侧抬起，有的投手也会使用拇指进行支撑。从三柱门后一段稍短的距离开始助跑，靠近投球线时跳起，获得更大的动能。当球马上出手时，弯曲手腕，手掌朝向天空，通过将球从无名指处转到食指处，让球产生旋转的力量，将球朝向击球手投出。球的触地点应该在内侧门柱附近，反弹后迅速向外侧门柱旋转飞起。请坚持练习，以更好地掌握这个技巧。祝您练习愉快。